吸个比我脸还要大的老虎虾，来一个。媳妇儿，你要是能吸出来，我跟老铁给你要个双击。真的吗？说话算话哦。嗯，说话算话。好嘞，拼了！大虾王。老铁们，给他一个双击吧。嗯，厉不厉害？牛逼 class！ 老铁一定要给我双击，不容易啊！今天来个大海螺，然后咱们来，这个是大大黄啊，把它苦胆给它摘掉，挤出它的胆。这是大干，爸爸，我要吃这个糖。好，我给你买。太香了，来个大海螺，老铁们，这一个一斤多啊，然后吃海螺，把这个苦胆给它去掉，这边是海螺的肺摘掉，下面这个是它的黄，是可以吃的啊，然后挤个大干，这个是它的大干，把它挤出来，然后蘸上调料，嗯，超级香。喜欢吃海螺，给我来个双击。最近身子有点虚，来一对海参补一补。老公，你最近都不给我买帝王蟹吃了。小红心这么少，你还想吃帝王蟹啊？你这样吧，你这个视频有2000小红心，明天给你买一个帝王蟹。那好吧，我今天为了你的帝王蟹，我再拼一把。我上点辣椒面，给我上点芥末，老公。福建面也来一些。宝宝们一定要给我来个小红心，我拼了，夹心汉堡，帮帮忙啊，点一点。给他一个小红心吧，明天给他买一个帝王蟹。是谁又在给我发私信让我继续挑战海葵？上次我的嘴巴都被蛰麻了。哎妈呀，吃这东西必须要有勇气哦，这辈子吃东西的勇气都得拿出来。辣椒火鸡面改改味儿啊，宝宝们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我，给我加加油。来了，来这个最大的。哎呦呦呦呦，mm-hmm.